战争年代。违禁行为宝箱是啥？刚才那个抓兵那个兄弟用，为啥没了呀？为啥？哎呦我操，这斗鱼！这征服者，我一直平 A。 刚才那 Robby 那个兄弟应该不能，应该不能是什么黑鱼刺儿，我跟你们说。那他如果是黑鱼刺儿，他为什么不刷超级火箭啊？为什么就整这种寒酸的火箭？我就找找那斗鱼问问怎么回事啊。平雷炸，不是这大清早上收个火箭还给我收回去了。不得不说，大虫子的回复能力确实是可以的啊！超 W 炸街点烟，呀！扩张形势已经变成了生命。那以前的无聊哥。那以前的无聊哥上来直接一发超火，各大主播直播间刷，还整那火箭，无聊哥能刷火箭吗？瞧不起谁呀？再见，回家了。OK， 出门杀掉的人可多多了，我尽力了。哎，刚才那兄弟 ID 谁记得没？给我公屏发一下子。我生在贵族之家，战士。是520666吗？算了，不用你们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收收兵吧。
复制一下啊。我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死在我前面，无法带领这个国家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刷飞机火箭知道无所谓，你知道吗？关键是啥呢？我们早上一共就收着这么一个火箭，啊，收完以后这号给封了。我的心里早就这说明啥呢？这说明你这个主播，除了能这种黑鱼刺给你刷点火箭以外，没有人给你刷了，这属于面子问题。这倒不是说一个火箭的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少数人为多数人。掏回来，再炸！这是 AP 大虫子，打人挺疼啊！下边掏着直接死。掏回来 ，WC 炸点燃，直接炸，开大招。炸！趁我的乌鸦还没来之前，有更好的选择。掏一下，吸炸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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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 的平 A， 平 A， 掏走位，吸。平雷，平雷，平雷，闪现，平雷，掏回来，打死他 ！Nice！ 没有听说是洛夫斯基，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劲口。我也不跑了，我也跑不了了，拉倒吧，薅着来了。法强好少啊，才98点。就报仇了，兄弟，可以。大虫子去中了。炸！还给个助攻。哎，给助攻的人也给，也给加血量吗？就即使这么远。挺 bug 呀，糊了摄像头啊！
都他妈赖你！我本来我都杀着大虫子了，非得整那猴子糊了，或者整那头糊了，头糊了，讨厌！好了，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一些，可我们玩的都不是一个游戏。美甲窃魂卷我就不先出了，我先来个沙漏子。我来炸死这耗子！小黄毛。奇怪的真相是，战争会带来灾难。有蓝，把蓝打了。咱打完看看这下路有没有人来啊，在这等一会儿，略微在这等一等。嗯，把小黄毛杀了吧，看能不能讨着啊。叮，呀，我怎么没叮出来呢？哎呀，暴击了，小黄毛装备不错呀。我盯出来他就死了，但我没盯出来。应该是暴击了，最后一下点我有点痛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。小黄毛杀了11个人，挺厉害。来鱿鱼，给我把他杀了。等我上鱿鱼，炸平给掏回来。哎，八宝牛接炸，500块，还挺贵。鱿鱼死了，给我把这小法宰了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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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，赶紧的把线儿推了，个磨磨唧唧的拿着小枪丢丢啥呀，快点的，我给你扛塔。叮，磨磨唧唧，那不用近战扣，搁那远程扣，搁那推线。掏回来，七八，往左边来一点啊！我操！
炸死了。回家出个钉。也许该晋升，拥有自己的战团如何？我们一定不能死啊！这我已经五成美甲窃魂卷了。声音在阴影中低，但很少人能听得到。这边打完团战，我们直接把美甲窃魂卷一出，然后来个双折磨，再出个猫子就无敌了。大虫子这英雄没法躲我技能，老笨了。来，四层美甲窃魂卷到了。团团之后的冒险不是冒险。炸！再炸！炸品美薅炸，先把小法杀了。炸炸薅开大西，炸闪现过来套点盐，炸接炸。炸！炸掏！我还有钉呢。你他妈的我！看不见。慷慨的赴死吧！叮！炸掏！劈炸！平 A！ 又是一次失望。这居然是永霜大虫子！不是，我就差点钱，你知道吧？我没讲泄洪卷，我都给他点信号，我说那车给我吃一下子，哎，就硬抢，就硬要抢一下。你说那个车抢了，有什么用？很明显，人家就差一点点钱，你给完赶紧就回家。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谁也不喜欢要你那一个破车，无非就是差点钱。怎么的呢？有红，把红打了。永恩在没在这里？鱿鱼，你不怕他杀你啊？鱿鱼，我帮你吓唬吓唬他啊！希望这个永恩可以害怕，或杀我们家鱿鱼。那鱿鱼很容易死的呀，一个人搁永恩旁边，走中路干一波架。我估计我要五杀了，兄弟。叮！炸！
掏回来，击炸，平 A 接炸，炸。一打一都费劲，你看你就不了解这乌鸦，这个英雄一打一其实是最低级的，一打五才是狠的。一瞅你就不了解这乌鸦呀。版图的轮廓必须由士兵的鲜血勾勒。来吧，掏回来 WC 炸，开大炸，再掏接炸吸，十八层美甲窃魂卷，怎么才十八层呢？没有听上去那么不吉利，我听到他们在喊。掏的是不搁右边呢？先把鬼叔做了吧，这把是需要一个鬼叔的。那咱就不双折磨了，我来个猫的，最后差个猫的，这不折磨了，双折磨不厉害。小龙可以来呀，我生在贵族之家，成为战士。掏，我炸一下大虫子，剩下的交给你了，兄弟。哎呦，我大虫子也值钱了！叮！我这波没玩好，我这波玩好双杀了，应该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大招摁快了吗？怎么直接就炸了呀？薅着应该是搁我旁边呢，他薅着。算了，不去了，稳一点，薛威，我们回家。来个无用大棒，
你在干嘛？你在自己打大龙？那我去打个红，我再帮你炸一下。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，好，在这儿等一下啊！炸平 A， 掏回来 ，W 吸炸接大招 ，A 接炸接平 A 接叮，掏回来 ，W 吸接炸接炸接炸。偷吸接炸拿下，